界各地新的任务，新的挑战，超级飞侠在身边，神奇世界千变万化，一起冒险。乐迪，有颗热血的心，朵朵，充满发明热情，我是爱心小爱，照明的酷飞，超级飞侠我爱你。北京的腊八粥上，佳佳，爸爸的电话。嗨，爸爸，今天腊八节，您快点回来吧。佳佳，爸爸还不能回去，医院需要超级爸爸的帮助。啊，哼，那您回来得给我带一个大大的雪糕。逗您的，还是照顾病人最重要。我会在家陪奶奶玩的。佳佳果然是我的超级女儿，超棒的。再见奶奶。医院需要一个超级爸爸，爸爸也需要一个超级女儿。我能做点什么呢？既然是腊八节，那我们就煮一大锅腊八粥带去给爸爸好吗？好呀好呀，我们马上煮腊八粥。好好好，那就交给我这个超级奶奶吧。我的老腰啊。奶奶，您的腰又疼了，我扶您去坐下吧。您歇会儿，让我来做腊八粥吧。你可要小心点哦。行，奶奶看着佳佳做就可以了。先放大米、红豆、小米，再放薏米，好了，然后就是洗一洗。还不可以哦。奶奶，您的腰。疼哦。腊八粥啊，只放这些的话是不够的，还要放超级多的食材，小米、山药、绿豆、花生、红枣、莲子、核桃、葡萄干，通通都得放。啊，那我们还缺很多食材呢。奶奶去买。奶奶，您腰疼。奶奶去买点东西而已。不，奶奶，现在外面下着大雪。这下可不好办了。奶奶，别担心，我们还可以请超级飞侠来帮忙呀。米粒，看我新发明的招式，冰面滑翔。还需要多加练习才行哦，我来帮你。我们是米莉、乐迪，请到控制室，有包裹需要你送达。先走了，回头见。早上好呀，安琪，今天要去哪里呢？早上好啊，乐迪，今天佳佳和她奶奶从中国北京打来电话。北京，我去过那里。北京是中国的首都，有著名的万里长城。没错，而佳佳和她奶奶就住在北京的传统民居四合院里。好独特的房子，我要去见识一下。这次我要送什么包裹呢？她在给爸爸准备一份腊八节的礼物。腊八节听起来很有意思，出发。是佳佳，这是我奶奶。你好啊，乐迪。
很高兴见到您，这是你们订的包裹。嘿，哇，这就是奶奶说的食材。但是奶奶，为什么煮腊八粥需要这么多食材呀？这个问题，艾乐迪，你知道吗？我的超级知识光球肯定知道。超级知识光球，只要向他提问，任何问题他都可以回答。超级知识光球，你知道腊八粥为什么要放这些食材吗？乐意为您解答，查阅资料。空间动态投屏，哇哦，真酷！腊八节吃腊八粥是中国流传下来的一种饮食习俗。腊八节说的是农历腊月初八这一天，每年的腊月是中国最冷的一个月，人们会感觉寒冷，我们的免疫力也会下降。古人就很有智慧，他们挑选含有不同营养成分的食材熬成粥来进食，这碗粥就是腊八粥了。腊八节这天吃上一碗暖暖的腊八粥，不仅防寒，还能补充营养。久而久之，腊八节吃腊八粥这种饮食文化就流传下来了。腊八节吃腊八粥是大家在冬天对食物的感恩，也是对健康的祝福。没错，就是这个道理。腊八粥还有这样的寓意，我真希望快点煮好腊八粥给爸爸送过去。莲子、芸豆、玉米、红枣、绿豆、花生，好啦，通通都放齐了。接水，盖好，开火。好香啊！哇，闻着就想尝尝了。奶奶，我可以和乐迪一起去送腊八粥吗？可以，但是你要紧跟乐迪哦。佳佳，快上来吧。做好了，是飞行时间。下雪了，雪越来越大了，要抓紧时间，乐迪加速。糟糕，都看不见前面了。乐迪小心树。小心树。我没事，但是保温壶不见了，那怎么办呀？是时候呼叫超级飞侠来帮忙了。超级飞侠？他们是我的好朋友，每次遇到困难，他们都会来帮我的。总部，接通。这里是总部，有什么事啊，乐迪？我和佳佳想把腊八粥送给他爸爸，可是路上遇到了大风雪，装着腊八粥的保温壶不见了。要在大雪中找回保温壶。有了。米粒，我准备好了，是飞行时间。乐迪，超级飞侠什么时候来呀？看，是米粒。我是米粒，来自外太空的明星。米粒，你能帮我找回保温壶吗？交给我吧，看我的天气转盘，把它调到太阳，然后对准上面，发射，让温暖融化冰雪吧。哇哦，我们赶紧四处找找。
佳佳。哇哦、啊、你怎么来了？是超级飞侠送我过来的，我们给大家送腊八粥。啊，大家好，我是乐迪，每时每刻准时送达。给，请喝腊八粥。给您勺子，趁热吃，并快点好。谢谢，谢谢你们。啊，谢谢你，佳佳。啊，有了你的腊八粥，我相信大家很快就会好起来的。啊，能帮助到大家，我也觉得很温暖。嗯，啊，今天腊八节真是太有意义了，我实在太开心了。哈哈哈，我们也很开心，任务已经完成，我们回去吧。谢谢你们，超级飞侠，再见。勇闯天下。